你现在这几年实行扭秧歌跳广场舞，你看你在我们屯子扭秧跳广场舞，我干活你能给我做口饭，有的时候上外头那扭秧去跳广场舞去，我干一天活自己回来做饭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那在屯子我不给你做饭吗？在外屯我怎么给你做饭呢？我就对着扭秧挺生气的。你看我家里农村人养鸡鸭鹅啥的，连喂的人都没有，他去扭秧跳舞去，我就挺生气的。他买秧歌就是那些服装，买多少套啊？我就挺生气的，把他扭秧就是没穿的服装都让我给烧了，烧回扭秧回来回屯子了就生气了，生气了就生气了又走了。这回去哪儿了？顺义、通州，咱们研究一下轨迹。上廊坊了，廊坊上我姐家了。通州就往廊坊走，差不多出北京了啊。上我姐家了，又去姐家了。嗯，到我姐家了。这是几姐啊？这是我大姐。哦，大姐，大连是二姐，廊坊是大姐。嗯，到了廊坊之后，您又去打工了。这不是也是说生气走的吗？我说这么到廊坊，我说找点活吧。我姐姐今年63了，完了说的你走远了我也不放心呢。我这么他就跟我俩找，找也没找着相当的。呈现出来的是钱的事儿，但总感觉它还不完全是钱的事儿。哎，咱们这个捋捋这个状况啊，生活的状况，其实在带外孙儿之后才发生的变化，在之前你们两口子的人生始终是有一致目标的，先把自己的闺女要养大，对，再把外孙儿要养大，目标一致，所以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。咱赚钱也是给孩子花，那再赚钱也补贴这个女儿家，啥矛盾都没有，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纽带，共同的人生目的。现在突然一下发现，哎，生活中除了你就是我，除了我就是你，其实就出现矛盾了。这个女方啊，先生，你这个妻子啊也不是个一般人，心大，她的舞台大，以前是在家照顾孩子，现在没有了这些负担和责任，你看他去哪儿都行，天南海北都敢闯，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个性。打工赚没赚着钱不说吧，开了视野了，见了世界了，所以这心就大了，所以一吵架就跑。我听到最多不是钱花没了，是人跑没了。所以先生，我先给您敲个警钟啊，您别再埋头只是苦干您那瓦匠活了，您也别连那个手机红包都不会用了，咱也与时俱进，看看这个世界呗。你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，想什么。当然我称赞你的这种对生活的能力啊，
我觉得你很辛苦，很愿意赚钱，是个很好的男人。但是咱也得开拓一下自己的思维。他跳广场舞，你去陪他一起去扭一扭。他喜欢去北京看看，你跟他一起，咱就花他个3000块钱旅游，咋的了？您也抬眼看看生活，看看他。你看你的妻子，你俩站在一块两代人，你知道吗？您这妻子是年轻貌美，还年轻状态呢，您呢，一脸的暮气，毫无朝气。我觉得您也得适度的往前走一走，真的。女士，我想跟您说啊，咱嘚瑟几圈可以了，不能一直嘚瑟，对吧？日子还得过。我劝他跟上您的脚步的同时，我也得劝您，您看看您家这个埋头苦干的先生，苦哈哈一辈子，你学会了一些新的生活方式，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精彩，你回去跟他分享分享。人家干完活回来给倒个水，给让人看看微信里好玩的东西，看看短视频什么的，一起乐呵乐呵。当然你也要去看到他身上多么值得你珍贵的地方。你这都不赚钱了，开始去玩了，人家还在这赚钱，打给你1000块钱让你回来呢。所以你也玩够了，回家好好过日子，照顾好他，照顾好自己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孩子长大了，失去了共同的人生方向，而让本来相濡以沫的两口子越走越远。希望你们都彼此等等对方，一起前进，一起幸福。谢谢。谢谢。